这是我的心肝囝，心肝囝，妈妈回来啊！二十年来，恁家兄弟姊妹到底是伫什么所在？妈妈就想你。变纸梦，爱愈真，伤愈重，爱愈坐愈不放。一个人，一场梦，将阮的变成空。爱愈真，伤愈重，爱愈坐愈不放。身躯重，目眶红，情意像灯。你路见不平，介句话说的行为，实在让我钦佩。剑祖先生，有啥物代志吼，请你说清楚、讲明白。那有啥物代志啊？我是伫咧乌罗里啊。啊，那无啥物代志，想咱先讲话听听。哎呦，紧讲啦！有话你唔讲吼，肯定心肝内你就来伤。我有话藏伫心内面，你也知。是知你已经三冬五冬啊，你才来奇怪。是安尼啦，虽然吼，我是真像你见义勇为的个性啊，要唔过，嘛是爱提醒你，爱较注意家己安全啊。是一暝啊，那不是拄啊好拄着我，无抓着，你甲阿秀都派人抓去啊。佩佩佩，你当作我是菜鸟啊，遐尔简单去用欺负？你安尼讲是无唔对啦，要唔过做人较细腻是较好啊。下一摆哦，拄着安款个代志，赶紧打电话警察，千万唔通家己冒险吼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啦。你逐遍敢还讲我，家己嘛是同款。哇，我家己安怎？遐唔，你伫半路拄着李阿剑，你嘛是家己走去俩，嘛无通你警察来配合逮捕啊。迄无同款啊，去一暝一线紧急。若等下警察来哦，你阿剑早都唔知走去倒位啦。我迄面是警察啊，若是等下警察来，阿是早就应该出代志啊啦。唔过我是检察官，抓歹人破案是我的责任吗？我是爱心社工，抓做民众维护伊安全，嘛是我的责任吗？我是大伯，我知影安怎保护我家己。哎，你看袂起查某人啊？我安怎？
误会我的意思。我只是担心你安全的命。看作讲，你嘛是我生命中上爱重要的人。你若发生什么代志，我会唔甘啊。好啦，我知影你的意思啊。以后我一定较注意家己安全。你家己看。原来你对我最近报的新闻内容这么多意见，叫我来跟你说道。不是我对你有这么多意见啊，是观众认为你的报道不公，其他行业拢在骂。你也看，公司逐天收到这么多抗议书来，真正给咱骂到臭头去，甚至连地检署也查到对咱家来啊。你的意思是不是搁要叫我这个主播落台啊？听听我主播，对电视台来讲是真大的伤害。那呢，你今仔叫我来，除了听你说教，还佫有甚物宝贵意见？地检署的代志，就准拄煞了。有关应承集团的报道，我想要进一步，佮你好好参详一下。为甚物当我参详？社会对应承的印象一向无好，要唔过你最近一再报道校董处长热心公益，应承集团对社会贡献真大，这佮观众的认同有真大的差别呢。你认为我咧为何应承集团替因做植物式广告？歹势，我若有伪名作证，我只是报道事实。我也是同款要甲你声明，有关应承集团的报道，我也是同款认为你无够客观。美容影，我要来准备啊！以后请你尊重我的新闻专业，莫来干涉我的新闻中立。特别报道将带大家一起来探讨司法与人权的关系。在前两天，地检署曾经逮捕一名绰号名叫李亚强的李姓男子，但是逮捕原因却迟迟未说明，究竟是李姓嫌犯犯了法，还是地检署在破案压力下滥用职权？现在就让本台带您一起做深入的了解。我乃如人无善，你够了不对啦！哎呀，你够了不对啦！戆囡仔呢？你安尼好人做歹人报，歹人你安尼一直甲学落。我是让你气死的呀！好啊啦，你莫在那咧碎碎念啊啦！啊，你踮遮咧干嘛？阿姨也无听到啊！你踮遮听啊，是愈听愈气的啊！切一条啦！我安尼是变怎？伊是一个新闻主播呢，爱面对社会大众，若予人知影讲伊报的新闻拢是毋对。人是会讲伊是非不分，对伊的前途有影响了。安尼就上好啊！伊毋是甲你讲，讲你啊会影响到伊的前途，所以我认你。哦，大家干妈，妈甲吼，伊这头路食袂落去啦。安尼恁两个吼，就当小人啊啦。哟，我若无去想到啊，就安尼决定啦。明仔载开始哦，我着电话摕起来。为电视台卡吼，专对干妈，逐天卡对干妈，妈到这头路食袂落，哈，安尼吼，恁两个就团圆啊啦。哎呦，卖乱啊啦！我知影你是伫咧安慰我，啊，不过遐尼万分我，讲着要团圆，唔知要等到啥物时阵呢？这条路是阮美也家己拣的啦，啊，你安怎放袂落嘛是无路用啦。不管伊安怎外无谅解我，安怎不啦？伊是我身躯顶的一块肉，我要哪放下落去？伊安尼戆戆替冤仇人伫咧讲好话，我敢若听着我心就疼了。后摆我若死，去见伊老爸，我是要来甲伊老爸交代，讲伊查某囝不但无替伊报冤仇，搁伫咧替冤仇人伫咧讲好话。这到底是啥物世界？敢若搁有天理哦？好啦，你莫安尼艰苦啦！啊，这件代志也毋是全是你的唔对啊！
啊，代志已经发展到安尼啊。你是过当安那些啦？他们一直过来了。手若酸是袂晓剁掉，非得你嘛是靠日出来趁食。查囡仔，啊看你人水水，讲话哪会这尼垃圾鬼？我甲伊比起来哦，我讲的话已经算足清气了。好啊啦，你莫搁冤啊啦，人若知恁做主播的人遐尼贤冤家，安尼会去用笑死哦。你不是那个一世界去放散，讲要找囡仔的妈妈？哦，无怪啦，你会一直替伊讲话，啊是安怎？囡仔找到啊？啊是伊根本就是咧利用你炒新闻？无，人伊无伫咧利用我呢，伊真正足好心替我伫咧找囝呢。真的哦。那安尼，敢有要继续报？伊若是我爱报吼，我替你报啦。啊，即嘛是找着几个啊？伊是谁啊？啊，伊即嘛伫咧倒位？你是安怎甲伊相认的啊？你有才调甲你去报新闻啊？这条是我的，我今仔约伊来，就是要讲这，今仔来走。规身躯袂爽快，明明我无时间搁听你笑哭着啊！你若无代志，会走？我当然是有代志，我有话要甲你讲啦。你最近伫咧报新闻，拢伫咧指责检察官的公正性。欧巴桑，你较拜托个，报新闻我才是专业。你是读偌济册要来干涉我？你若无介意看我报的新闻，你会当关了莫看啊。啊，若无看你要倒厝个内底，对电视骂我拢无要紧。你就是无资格来管我的工作。那安尼，你嘛莫一直讲叫做你，你应该了解，伊毋是一个冤枉好人的人啊。我只是徛伫新闻中，你做合理的报道。我知影，你一定是受到伊的照顾，才会替伊讲话，对无？伊根本就是一个欺人感情的爱情骗子。一生情留予你。你是读偌济册要来干涉我？你若无介意看我报的新闻，你会当关了莫看啊。那安尼，你嘛莫一直讲叫做你，你应该了解，伊毋是一个冤枉好人的人啊。我只是徛伫新闻中，你做合理的报道。我知影，你一定是受到伊的照顾，才会替伊讲话，对无？伊根本就是一个欺人感情的爱情骗子。你是毋是因为苏林的温柔？才安尼做对无？免你管，你安尼上几岁，一定会惹出代志。我是替你足烦恼的。你最近伫咧报的新闻，一直伫咧报影像，你还阁少岁，毋捌代志，毋知侯永权伊会证明无？所以才一直替伊讲好话。我要甲你讲，伊毋是好人。
我怕你安尼哦，会去互连累到身败名裂啦。你做恶作的，竟然敢纠缠我！你敢出去？文美，你若敢唔出去，我赶紧我甲赶出去哦！我袂用看你安尼一错再错，利用职务毁掉别人嘛，毁掉你家己。你出去！叫你出去！文美，出去！出去！你听我讲啦，文美。去找恁兄弟姐妹时阵，我问啊真详细，因讲我先吃好了，恁两个姐妹落去互高丽英收养，我咧伫咧高丽英大，后来你何必搁一对翁仔某收养去？你调查甲真清楚，无唔对，我确实是何必讲阿某收养，啊，不过后来发生啥物代志，你敢知影？敢讲你用未用我对你无好？你敢知影啥物叫做家庭暴力？我美国的永伯，只敢不是饮酒，就是跋筊。伊若心情不好，就拍我出去。在我的身上，随时拢是我亲人血。甲我相比起来，这伤痕根本就无算啥。啊，你永伯嘞？有一摆，阮遐永伯饮酒醉，牙刀要甲我割，阮永伯走来动啊，结果就去互刣死啊。永母死去了后，我就为迄个酒鬼兜逃走出来，一人四界流浪。我到遐，我就偷摕物件食，一直到有一天，我被警察抓去。这我拢不知。后来，我有一间美国孤儿收留。你唔捌出国，你敢知影？伫咧外国，人是外看袂起咱黄种人，黑人甲白人。常常在遐欺负我这个台湾来孤儿，什么叫做做人的道理？强的人手去吃，才是生存之道。会当活落来，才有机会做人，你知无？妹妹，妈妈对不起你。你还阁有迄个脸，讲你是阮妈妈？我美国的养母，上少阁替我挡过一刀。啊，那你呢？你替我做过啥？你还阁遐尔啊袂见笑，徛伫遮要教训我？咪咪，你莫看我，看着你我就想着过去遐乌房，我昏，我真是人拢昏的，你出去，出去！在明明的成长过程里底，有遐尼严重的暴力阴影。照讲应该足痛恨暴力的啊，奈反倒转来遮尔残忍啊无情啊。不过在阮队总过一挂家暴案例里底，我系伫种环境大汉的囡仔，有一部分会变较性格扭曲，
阁有啥啊残暴呢？哦，有影就对了。这囡仔吼，拢是有样看样啦，可见啦，这一个家庭的环境啊，对一个囡仔影响是偌大，你看。我来受到无灭的痛苦，背身都结几条啊！甲这这比起来，我实在是足好命的。在迄高龄的时阵，无恶人袂人甲我欺负，伊却阁对我特别好，这这实在足可怜。我从世人到底是做什么歹心都有。一世人来受这种报应，安慰我死，结果我连累，要我做伊那平安的，拢是我害的，拢是我害的啦。好啊啦，你莫哭啦，恁不应该笑，唔才对。我今日的受苦是倒一个人要笑会出啦。你今仔去找算好事呢？伊肯家心内上艰苦的代志，拢讲予你听，你知这代表啥物无？是啥？啊，我知啊啦。一般人心内上无愿意让知影的代志，若毋是上亲的人，是袂讲出来。所以讲，咪咪的心肝内，其实是甲阿姨当作亲人同款。巧，我就是这個意思。敢真是安尼？Uncle。啊，无爱是倒位来的分啦、啊！伊肯甲伊上悲惨的代志讲予你听，那哩咱就知讲伊的心病伫倒位，咱就爱有耐心，用爱吼来甲伊盘暖，慢慢来改变。我相信等有一天的时阵啦，伊会跪伫你面头前吼，叫你一声妈妈。哇，阿姐，想袂到你这样子分析人生。你捌听过人咧讲？青梅精啊，下狗的灵啊！我伫黑社会混二十几年啊，无钱我当活落去啊！够呛！啊，对啦，小金啊，啊，恁迄个男朋友啊，伊咧安怎啊？哦，即摆你啊，赶紧的红了着啊！我相信俊英一定有想出办法来对付伊。你无只对我遮尼好，我啥物都袂甲你讲。哇，你放心哦，我都无拍算爱你讲啥。既然安尼，你对我遮客气为啥？咱立场虽然无共款，但是互相客气嘛无犯法嘞。我嘛毋是无良心的人。看你特别好看型，我嘛真不忍心。这两天爱对你较好，有缘做伙，咱就应该做朋友啊。哦，讲到做朋友，我就先甲你讲一声啦。若是你去食面子饭吼，我会特别甲你照顾。是有啥物通照顾？哦，这啦，酒干那方的资料。伊会甲你关做伙。廖叶红，36岁，中间入大犯，犯案十二件，判无期徒刑。嘿，那会减少一项？是减倒一项？我甲你讲哦，这酒干阿红哦，伊是同性恋啊。这十二个受害人，拢是查甫，有诶吼，搁还折磨到袂惊咯，一辈子坐轮椅咧。哎，伊外号叫酒干阿红，毋是爱啉酒哦，是因为伊爱。哈！啥要将我甲伊关做伙？啊，你毋是讲咱两个是朋友吗？是朋友啊，这是我为朋友你特别安排诶咧。我明白。监视器的录影，你若是跟我骂一句，我就加关你三年；你若跟我争一个，我就加关你五年。你是专门在做假笑的，这条三年五年的笑，你应该真够算好。
我先来走，去保重哦。小戴，是不是我给你见过，你就会帮我走？根据《证人保护法》第14条第一项规定，犯罪嫌疑人以侦查过程中供述与该案案情有重要关系之待证事项，或者其他共犯之犯罪事证，而使得检察官得以追诉该案之其他共犯者，得以减轻或免除其刑，通称窝里反条款。你会保护我安全，没有影响人家做的。当然，我会派警察24小时保护你。你挂保证？挂保证。王警官，多谢你哦。检的，这侪警察是安怎就一定要用我的相片啦？你要听我讲正实的吼。嗯。在咱局内，无一个人比你较像强奸犯啦。为了大局，你牺牲一个，到时去公布你。我先来走。你买的电脑、宽频网路、甲扫录机，拢给你装好。来，带你来看。来，李教。影视用集团的资料，拢总有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校正的经营甲升级的方式。第二部分是各帮派的合作，甲利益的分配。啊，若第三部分，另外就无关心他的情形，所以内容我并无清楚。那呢，你敢有办法查出来？我尽量破解看卖。安尼就麻烦你了。这两个警察一直保护你，甲你无完成，放心，你真安全。我甲资料抓来了后，会小组光碟，照应先的三道关卡，分作 A、B、C 三地，互你分别处理。多谢你。请问王小姐有在无？啊，我就是啦。有啥物代志需要帮忙？我是李祖杰因太太。李祖杰？啊，就是李阿健对无？李阿健犯法，已经被警方拐起来啊。伊的话，我协会是袂当干涉司法的进行啦。也毋过，不过嘛有人情，我是要来请求你，甲我斗相共。我当甲你帮忙啥物？这是你阿兼上爱食的烟肠，伊即摆防守啊紧急，我无法度甲伊见面，所以麻烦你替我交予伊好无？啊，毋过我嘛毋知伊去往关里蹲呢。这个案件是你男朋友承办的。一定知影你爱行伫个倒位。我听讲，过检察官做人真有人情味，相信伊一定会发我私文。真歹势，虽然过检察官是我男朋友，不过吼，公司一定要分啊清楚。咁，真是无法度。嘛毋是无法度，只是我无方便做这件代志啦。啊，若无安尼，我甲你讲。你把这暗物件摕去地检署，请书记官帮你转达。我相信吼，伊一定会跟你斗相共的。喂，爱心关怀协会，你好。啊，李署长啊，青商会联合劝募计划书，你稍等，我找看卖啊。啊，有啊，找到啊。安尼，我下暗就送过给你。好。哎，人嘞？他人哪走啊？你这阿英强要怎啊？
你遐强，你叫是我唔知影你咧偷摕公司的资料。董事长要来无唔对，你遐强，果然转做警方的要爸啊！这是我伫应承的第一个任务，我绝对会好好处理。一生情留予你。警察官，我是啊，你啥？你莫管我是啥，我要跟你讲，你阿咸有危险。你阿咸？你哪会知影你阿咸的代志？你到底是啥？莫浪费时间在遮问这有诶无诶，紧去救人。喂，喂。你阿咸，算你歹运。因为我无介意有人挡在我的头前，过阵我绝对要让你死到真歹看。唔知到啥物时阵，检察官才会当批刑啊？手机也无找，人是走去倒位啦？文雷，文雷是安怎样啊？唔知影咧。啊，文雷来叫军的兄弟来救国军啊！文雷，文雷。
美玲啊，闻到这现象足奇怪嘞，你哪会？阿丽，我嘛在这，林局长，林局长。长官你好。你是大尊娘，你涉嫌收贿搁害人。我是检察官，我来。所以啊，法律的条文，相信你比我较清楚。我嘛无需要搁含你讲啥物话。我是依法抓人啊。你有讲唔对无？我拄则，这是拘捕令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甲抓起来。哎，王警官。请你老实甲俺讲好无？王警官，这件案件，请你甲详细调查一下好无？咸，你的责任我真清楚，但是局长亲自下令交予我办的这个案件，你嘛知影，我是一个小小的警察呢，只有听命行事啊。希望你会当了解，好好来和我合作吼。俊彦，这到底什么回事啊？我让安排，即马变成无杀你阿兼嫌疑犯啊！王警官，恁办案是毋是搁落错啊？恁甲检察官当作杀人凶手啊？报告助理，阮是有充分的证据，才敢抓检察官啊！证据？什么证据？这是阮对检察官厝的抄出来。嘉云强。因为证明啥？重点不是这现钱，是这内面的现金。我出来，哪有这个底啊？警官，即马作案的人，凊彩一支落来吧，就用入去人的厝，要甲人陷害是真简单的代志。这点，恁还要详细调清楚。是，唔拿这点的。都有这张相片，你看。经过比对，这内面的 AI 是检测所录的。我去过现场，我的 AI 是真正常的代志啊。这的证据虽然不是真充足，但是有一点是阮无法度来解释的。这是对公务大楼所摕到的监视录影带。这块大，有啥问题？昨伫个9:15的时候，阮接到检的电话，法医伫个9:35去到现场。根据这个法医验尸的结果，被害人死亡的时间大约是伫个1:00，也就是讲，被害人大约是伫个8:30的时阵去往害死。安尼，我应该无嫌疑才对啊！我是9:00才到现场的咧。检的。阮所看到的并不是安尼，您看，龙眼大明明显示的时间是伫个8:05，事实证明8:05的时阵，检的你入去现场，也就是讲，你入去现场的时阵，你也检阿伯去用害死，是你入去了后才发生命。我也是不愿意来相信。啊！不过这种种的现象，所以我来应付。检的你是利用这款，要来甲李亚检提钱，又搁惊李亚检将这个代志泄露出去，所以你归去就杀伊袂扣，对不对？等下，等下，这个代志太过严重啊！你着一定要搁详细调查清楚才行的。我一定会努力。还佫。在这案件还未查清楚之前，您千万袂用甲这个代志泄露给媒体知影。这点请你放心，我嘛知影检查的成分较特殊，当然我一定封锁这个消息。但是依照规定，我乃先将检查的移送看守所来收。一生情留予你。
顺应这么坚定，你哪有可能去杀人？好人拢无好报啦！天公伯啊，你到底是有生目睭哦？哪有做忍受这种冤枉？王丽，你怎看到主任的相片，忽然间变到足激动的？你是不是看唔到什么？哈？我敢有？有啦有啦，主任的相片哦，嘛互你写破去呢。不过，我一点仔印象拢无啊。是真实啦，我一点仔拢袂记的，你敢相信我啊？我昨嘛有听到呢。我想无，我想无。好啦，想无就莫想啦。咱只是伫咧烦恼，俊英若叫掠去关，毋知要安怎。俊英啊，伊是检察官啦，伊知影讲用啥物方法啦，替家己洗清冤枉，免烦恼啦。话是安尼讲无毋对，啊！但是俊英伊让掠去关，伊是要哪洗清冤枉？就准讲伊有三头六臂，恐吓嘛无法度啦。天公伯啊，拜托的啦，请你保庇。保庇俊英平安无代志，信如美玲当才给你拜托啦，诚心给你要求啦，拜托啦。玉秀，你来啊。小婷，你无代志啦吼？行啦，约他讲。我真是足烦恼，明明遐尼怨恨俊英。你再搁用媒体的人来对付伊无？阿姨，你来哦。阿姐。阿是啊，遐济啦。那讲到这个敏敏啦吼，伊是爱人袂着心肝头咧哀求啦，讲无输受啦。我是咧甲想啦，如果讲话敏敏啊心肝底啊对俊英啊还搁有淡薄仔旧情，咱毋知咱去甲拜托，带念这点仔旧情哦，莫搁甲攻击啊。看卖当甲俊英甲帮助。啊，那么呢，我来去找敏敏，家求钱。哎，淑婷啊，唔通去啦，你去吼，加予伊糟蹋嘞。搁再讲，即马敏敏吼，伫应承食头路，伊一定会想办法对付俊英，免哪有可能甲恁斗相共啊。我刚听讲，敏敏最近是交应承交了几年，哪会经伫应承食头路啊？哎，对啊。哎，阿秀啊。啊！这敏敏伫个应承咧食头路，这根本就袂见光的嘛！啊，恁哪会知哈？我，哎，我着常常去夜店，伫遐啥物消息嘛有，而且这嘛毋是秘密啊。你实在吼，真毋知死哦！迄种所在你搁惊去，你毋惊搁拄着歹人就啦。阿姐，我知影啦，后摆我袂搁去啊。哪搁去？即摆上吊的吼，大家去想一个办法来救俊英啦。这你别烦恼，办法我来想。我叫金瑶，我来台里。哎，金瑶。报告，将军叫枪啊！你把救护车来接。
你问我迄个问题吼，我已经调查了，歹势认唔到人。那发生什么代志？主任，歹势啦，啊，犯人遐警察咯，只要真害啦，我一定会处理，一定会处理啊。你上好是保密，主任平安无代志。恁为了我的代志冒险，不要紧啦，这是我做会到的啊。算了，你有什么怕什么？我唯一当做的，就是全出政府，害我跟你一个清白。卡叔，有啥物话当斗三工的？照恁讲，免客气啊。多谢你这么用心。下真唔甘，恁咧受委屈。你放心，我会好照顾家己。有我，有阮伫咧关心你，你袂孤单。淑珍，相信以我的智慧，一定度过这难关。你免烦恼。无我伫你的身躯边，你好好照顾你家己，知无？我绝对袂让你失望。也毋过，电视甲你分开，我毋知第时怎会见面。其实，我嘛真毋甘离开你，淑珍。俊逸。真遭危险了，你也是赶紧走啊。淑珍。你紧走。我一定细心关哦，转来找你。那交到你这款的好朋友，咱来行吧。做一道水，做一道水，嫌我过水，已经对白得走。主任是我。爱如情，伤如重，爱如切如。